5月9日是赌王千金何超莲33岁生日。这天，她开心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庆生的美照，并发文写道：“播放生日快乐，好心情尽显。”生日当天，何超莲打扮得十分漂亮，她戴着生日皇冠，画着精致的美妆，身穿黑色挂脖款式超短裙，大秀火辣身材。令人惊喜的是，何超莲此次还久违抛出了和老公窦骁的同框照，力破网传两人疑似婚变的消息。画面中，窦骁戴着眼镜，穿着黑色休闲装，硬朗帅气，在老婆身后露出幸福甜笑，用双手搂着何超莲的肩膀。夫妻俩嘴角弯起的弧度都差不多。到了5月9日深夜，何超莲公布全家福照片，这是两人结婚一年以来第一次拍全家福，地点位于赌王三太的山顶布利镜5号大宅。照片中，陈婉珍站在中间，更像是过生日的人。何超莲、何超云、何猷启都与母亲有身体接触，一脸笑容，唯独窦骁远离三太，站在角落似局外人，拘谨的像个初见丈母娘的新婚女婿。照片中的亮点非常多，三太一身大牌富贵逼人，屋内装饰由他和赌王设计完成，窦骁身后的玻璃柜摆满了古董，每一个都以百万或千万计算。这栋大宅是陈婉珍名下最贵的资产，他在1996年以1.26亿港币购入，多年来不停